Hello，你开开门。哦，他们两个同时在洗脸。对啊。他不想要回来的，我不知道，他每次都很喜欢去那边。好队友，你怎么都不买三脚架？我跟你讲哦，左阿公跟我说，昨天有一个人呢，他在那个我们家那个不是有那个哥哥最爱走的那个田，那个一根的那个石头那边嘛，他就是在那边，他那个有一个人，他就拿着三脚架，然后他把它放在那个田的那旁边，然后呢，他都在那边自拍，然后阿公就问他说你在干嘛，然后他就说我在自拍呀。拍人还是拍田？拍人。啊，拍人。耕田。我看来这些比较冷。拍他们吧，他们两个要一起了。Happy 跳树。马赛克。暂停不要拍那个吗？